你要说这个是美中破冰也成立啊，也通，因为在对抗的气氛当中会稍微好像有一点缓和的感觉，这样说得过去，就零下四十度里面的零下十度，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你描述得很好。那我们现在看美中关系啊，诚如拜登政府已经有谈过的分类过的，有三个领域叫做对抗、竞争、合作，是这三个方面。那我们之前在节目上也讲过了哈，对抗的东西，比如说地缘政治上、军事上的针锋相对啊，还有呢那个国际组织里面的外交上的针锋相对啊，还有呢意识形态上的针锋相对等等，都有价值观的哈。那竞争的才是现在的那个重点哈。那用合作，提合作的目的是要缓和竞争、控管竞争，不要让竞争上升到对抗，甚至于激烈的冲突，是这样子。那这个合作领域呢，这次他谈的是气候变迁的问题，对不对哈？那其实哈，我们想想看，合作的题材还有别的啊，比如说毒品，是大家要不要控管毒品的那个出口？因为美国的毒品大部分都从中国大陆过去。对对，所以毒品的控管可以谈啊，特别合这也是合作的内容。再来，中程导弹要不要限制？原来美国跟苏联，前苏联不是有签嘛？是。那中共那个时候还没有发展，所以没有签。那现在是不是可以谈一谈呢？对不对？川普的时候他拒绝加入嘛？不是，这个可以谈嘛？中共他不加入，这是一个双方可以合作的题材嘛？对，因为涉及到好，再来对抗病毒，对不对？这个也是很热门的一个很紧迫的议题，大家是不是可以来对抗病毒的这个传染病哈的扩散？再来，大家可不可以合作来反恐？恐怖主义攻击，恐怖攻击，对不对？大家是不是可以来合作？有没有合作的空间？比如说那个阿富汗啊，对不对？塔利班啊，还有伊斯兰国啊，这些是不是你中，比如说中共不要在背后资助这些恐怖分子啊？就是说合作题材其实是有的，题材，因为这个是属于双方都可以得利的题材，叫共同利益了哈，可以合作看看，对不对？那这个气候变迁是其中一个嘛，因为全球的温室效应可能会让海平面上升，因为北极、南极的冰会溶解啊等等。那这个现在的话，你看极端气候，你看像中国大陆现在经常水灾，从去年的长江流域到今年的那个黄河流域，对不对哈？说不定将来还会有那个森林大火啦、地震啦、大规模地震、海啸啦这些，这个气候的那个问题哈，那个环境的问题，这些都会变成一个共同关切的题材啊，这是一个，所以。从气候变迁这个话题来切入合作领域，双方的合作领域，这个是其中一个办法。就是说，美中之间虽然目前大部分在对抗，但是仍然存在某些可以合作的领域啊。因为两个大国通常会接触到一些属于共同利益或共同关切的那个题材啊。那气候变迁的问题哈是这样，因为这个东西是有一点软中带硬了。他是来对中国做减碳的要求，以及做一些相关的监督，因为中国是排碳的大国，那要控制碳的排放的话，中国肯定要做出一些很艰难的调整，比如说钢铁业排碳很多，那你钢铁业的产能要控制，所以现在中共已经开始限制钢铁的产量，说今年不能超过去年，可是上半年已经超过去年上半年，所以今年的下半年据说要目标要达成，说比去年减少6500万吨，啊，类似这样子，就是说，碳的总生产量要限制，可是他又不希望限制到国内，以至于钢的那个价格走高，所以他可能是就是限制出口，出口的部分去限制，啊，减少出口，所以这个时候就给台湾的钢铁业，还有其他国家的钢铁业提供一些填补空间的机会，啊，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因为中国是排碳的大国，所以气候变迁里面肯定会要求中国如何列出具体的减碳的这个时间表啊，类似这样子。所以我把它说为软中带硬，我是来对你提要求的，你看看你要表态一下，你要怎么做啊，类似这样子。不过这也是很挑战，因为中共以前的承诺都做不到啊。对对对，所以现在当然要提要求，加上一些监督，但是这个是属于合理范围，你也愿意谈的一个话题哈。那配合联合国气候高峰会。那当然这个更有这个正当性了哈，这样的要求和就是这种会面合理。那我们从这里看出来，美国对中共的态度哈，一直都是两手，一手硬一手软，啊，那气候变迁这个比较软，啊，那其实这个软的肯定是搭配硬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诚如刚才明杰兄提到的，就是那个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一直在加紧嘛哈，所以那个是硬嘛，军事上哈做好对抗的准备。
可是这个是叫一手硬嘛，哈，那一手软，哎，他跟你谈谈这个气候变迁的合作的这个可能性啊，还有联合国那个气候高峰会的这个议题等等，所以叫做一手硬一手软，软中带硬啊。那这个就是美国现在的表面上的那个作为给你看嘛，哈。但是实际上，美中关系要回到它的本质，就是说它为什么对抗，它对抗的原因在哪里？最开头是美国要求中共遵守国际行为规则，不要想要好像要破坏国际秩序的现状，哦，像你刚才提到说把一些南海、台海、东海列为领海之类的，这些都是企图改变现状，都是在改变目前的这个游戏规则，哦，但这个东西不合理啊，从美国的角度来讲，这个绝对不能接受，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对抗的那个因素在，所以三不五时来个探讨一下合作的题材，哦，就是说硬中带软，软中带硬，这样子交替使用，美国一向是两手的啊，哦。那有些时候甚至你会认为这叫先礼后兵，啊，后面有硬的要来，所以前面先缓和一下。不过也许有这么一个可能性，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因为凯瑞是当过国务卿的人，在民主党时代政治性比较高，对，所以他会不会去谈那些台面下的题材？我们会外会了，哎，对，我们不知道，说不定有一些台面下的题材，嗯，说不定这个题材是什么最后通牒，你在什么地方什么事情上给我小心一点。而且他去之前先去了日本，当然。台面上跟日本也是发布说他们谈这个减碳的问题了，啊，对，因为他表面上是气候特使，哦，是，但是因为他是国务卿的人也是参选过总统，他有一定的高度，对，所以如果他跟中共有台面下谈其他话题我们就不知道了嘛，对不对，嗯，但是也许有这种可能性，是这样子，嗯，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呢，请留言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那么感谢各位呢长期对我们的支持，新闻大破解团队呢将持续为您制作更优质的节目。